这个女的是谁？我介绍一下，好像是2019年 Apex 分区斗鱼 Apex 分区一姐啊。因为某些原因呢，辗转到 CS:GO 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在我那个友邻里去看看。我来等着拉起来。OK。OK。我又倒了。我丢点东西。倒了很多人，倒了很多人。没。好像还在拉。这边，能打。爆了。多个点。爆了。倒一个。左边很多，左边。谁的？这边。剩一个 ，OK。就在你这里面，哎呦！来了 ，OK。他冲出来，直接拿个球砸我脸。集火，动力3、2、1。打肉，打了一枪。还有一个白甲废了。等一倒。是，也是白甲这个。有两个，快要死了。不是甲倒了。好，拎着。可以打，还能打。好甲。睡甲了。打不，我给大了。忍耐。往后拉了。没走，我拉到上面。我进了。能包。爆了。下面。我刚刚第一波打了零，KPG 是这个前缀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抠屁股。KPG 让我想起了这个 RPG。什么？皮个 RPG 吗？什么？里面打。你也玩 RPG 吗？ RPG 我不是那个门扛着肩上那个火箭炮吗？哈哈，这有个都过去了。我看到两个。二楼破甲，一楼凯利斯，50肉。站到50。我报一楼，我先报一楼的。打一楼呗。一楼倒。二楼出来了。我想的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啊 ！RPG， 我想的跟你们想的不一样啊！我就想起了听 RPG， 我就想起那个火箭炮。我还以为你说魔兽呢。就打游戏的时候，打使命召唤的时候，好像是被 RPG 锁定了，它是 RPG 什么的。行，我玩了使命召唤的时候。我也不玩那个什么魔兽的，我不玩。哎，超好玩，可以玩一下。确实 ，RPG 确实好玩。行。很久。主要感觉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我以前那时候出红警的时候，我应该会喜欢玩。它跟红警差不多吧。对。它那个现在主要玩就是那种类似于创意工坊的，别人做的图，就做的模式比较有意思。
那时候小时候，有大神，有大神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去网吧玩的时候，看别人玩红警和那个 CS， 我选择了 CS。过来了，来了，往下跳了一个，能打吗？能打。一百二，一百二。倒了，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上面一个八十。这么猛啊！主要是那时候玩过红警，那红警吧就挖金块嘛，然后手里钱不多，那肯定感觉很无聊啊，很浪费时间，我就去玩别的了。直接打枪，打枪多快啊！对啊，下一会儿红警还得发育。还没发育，一会儿能提示快下机了。发育完了，别人过来真给你打了，没的没游戏体验了。靠，几天热的妈都不认得，还来去来深圳是吧？啊，没有，我在深圳啊。哇，这几天太热了。没有吧？多少度啊？你们那边？30几了，我在。啊，可以来上海吹吹风，现在风挺大的。嘿嘿。东西。哪？一滴一滴。加个橙子好点。打死我！打死我！哎呦，我失误了，掉来了。哪？好，这两个。这真的是裂牌吗？这可能误入了别的局吧。是啊，人都给那开狗呢。我麻死了，给把药打下去。哇，狗一滴。把药，我要爆了，我要爆了！哎，等会儿，我有点慢。这另一队，这另一队。baby 爆了。接近宝宝状态。哦，爆不了。小心三队，有一队跑了好像。哦，有人在缠边呢。还能活，还能活，还能活。OK， 我还没过台。这应该是一个最后一队满编队了，我感觉。啊，他们刚打那队不知道去哪了。有人。我操，怎么能打到我啊？我看到你了，好眼神啊！疯了吧？这里没走。哎，这里有一个人。这里没走。我不能飞，我。这个看你操作。保二真一。可以。没什么点位去啊。相信。我觉得这我在最后面做神，他能打我就很离谱。确实啊，他不是在清那个毒狼吗？
打着打着给你来了一枪，我操，有点难过。这怎么能看到我在那边呢？除非窥屏，真的。窥什么？保真队的，对不对？推不出来吗？我出来了。哦。你在练英雄吗？啊？你在练英雄吗？哎，那个希尔好像是个挂，希尔是挂，哎，被我发现了。硬锁给人全锁死了，傻逼！怪不得在打你啊，那么远。他们还搁那打硬营呢，他们好像就只有你一个人头分刚刚，然后后面直接不装了，硬锁全锁掉。妈开个挂还搁这打硬营，我操，太牛逼了！现在的挂真的，正面打不过开始狗圈的，狗到后面才开始那个的。哈哈。